那那个这颗运行五秒，第一个是那个热棒的时间，然后如果要转电热的话按设置那个节能二，然后再按时间，它有个开启时间，我们六点，然后之后按确定，又按两下，它是确定你设定时间再按，然后它会跳回现在时间，再按时间，再开，然后再按确认，它会先让你确认第一次，再按确认第二次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让它那个闪烁完就可以。这是电热吗？嗯，电热。啊，热棒，选热棒，热棒我要在中午十二点。好，等一下，那它要闪。看，一样按那个运行，节能一。开，十二点，确定，按、啊、一样按按两下，然后关掉，关到三点好，三点好，三点一样确认，确认时间再按两下 ，OK， 这样可以，嗯，所以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热棒是从十二点到三点下午停止。然后它是预热，然后再来就到晚上洗澡时间，就是从六点到八点有电热，会到时候不够会补助。嗯，没错，那就是时段一二都有。它、啊、现在时间有调？有调了。那现在时间是去哪调？就时间按住五秒。好，这样。对。好啊，我温度现在几度？你要五十就好了。好。好，然后电热那边那个辅助的话怎么看？辅助设置参数十一，对，是十五。嗯，那因为七度的话就是三十七才会动，三十八才会动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哇，